完了，现在下大雨了。好了，真的像你说的，来个雨中漫步吧，体验下雨的雨中散步了。哇，好大！没事，这里的雨都下了。而且我觉得它这边商店、店铺啊，都不像我们欧洲那边那么繁华。我觉得这个，它这就是欧洲。这个不像我们意大利那边，这里感觉店面都没有几家，小商铺、小卖铺更加的没有。哇，听说是雷阵雨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雨要下到啥时候。嗯，这么觉得下雨就下雨，戴着墨镜挡着。墨镜不代表是挡太阳的，好吧？这表格之前。哎呀，宝格丽的，你不是说没有商店吗？我说没有商店吗？我只说没有爱马仕而已。啊，对，我让林先生搜一下这边有没有爱马仕店，竟然没有。刚才那个是属于二手店吗？是吧？我感觉是二手店。那到底怎么样？写在那呢？开门吗？没有开门。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看你来了，还关门了。是、啊，看我来了，关门了。就没有个地方有卖伞。啊，对，昨天我们是在那边。我们这是往哪走？要去买伞，应该那边嘛，那边人多一点。哎，这个雨又下越大了呀。没有了，就那么点，你看到没？欧洲人是戴着个帽子就行了，你还拿着伞就好。问题也得有帽子呀。你看看有几个在撑伞的？没有几个人撑伞，算了，我们也走吧。啊，我竟然看到有马车，昨天没看着，不然的话，肯定带娃。做这个，刚才哇，你还真买到伞了！刚才问要不要粉红的，我说算粉红的。你这个伞3块钱吧？10块。10块钱？哎 ，yes。这种伞10块钱？这个时候你不要说10块，20块我也给啊。这个用一次性。这种伞在米兰卖3块钱，5块钱。批发只要1-2块吧？对，批发1块钱，卖的话是3到5块钱。我想说为什么黑了呢？湿了的，湿了。我看到马车刚才。对啊，你讲昨天不就这条街吗？啊，哦，你看到飘走了。你确定买了这个是伞吗？那你看昨天我们经过这的，应该从这边去。走吧。太搞笑了。我们是不是关那边？你是看到这个伞？手拉进去，不然能飞走。太搞笑了。你这个伞竟然这么经不起吹啊！有本事。还没风呢。哎，我发现太阳出来了。我还给他吧，要不要还给他？真的，我发现太阳出来了。天气预报不是说阵雨吗？重点是下雨归下雨，为什么我看到一滴一滴的都是黑的？雨丝的，不是黑的。这是黑，这不是丝。哦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你要伞吗？要的，要的，要的。雨越下越大了。我觉得你是不要伞的意思，我感觉多雨嘞。要的，要的，要的。哎，这玩意儿当然没到，拿到家就坏了，我跟你讲。这个很容易坏的。我不能说国货不好，问题这个真的是要便宜的话只能这样。它零就2把，一把粉红，一把这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多半的店面都是这样子的。地下裤子的。不经意的话根本就是看不到，好吧？感觉都是要去地库的感觉。哎，这是解放会道。嗯。啊，对。啊。啊，我带你来这些地方就比较。哎呀，这个小城市，这个小地方，小巷应该是。这小巷还是有特色一点。啊，这小巷挺好的。我给你来两个。2-3，3分钟没有。好了，我们雨伞撑起来5分钟啊，没到5分钟呢。走了一条街，到了。搜。40块钱花的，可以了。刚还负担，你看。太阳出来了。我感觉那个是雷阵雨。刚刚都说了雷阵雨，你不好，你叫我买了。我没有想到你。你也没拦着我。你自己说嘛，享受下雨的感觉。拦我一下。平常都是我要买，你不买，你很省的那种。
对吧，省得要命的那种。然后今天自己冲过去买伞了，省简称抠抠对。然后你没想到你无缘无故就进去了，我都没看到你进去，然后你就钻到哪一家店里买了个雨伞出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要在这个城市贡献一点，对吧？我好想贡献。对，你实在没什么东西可贡献了，所以呢买了把伞。我那啥都没干，花了两三百欧。我们已经带动了这边的经济了，对吧？我们有带动这边经济了啊。我们和你在同济，有你在的地方没有？我还真没消费。哎，帽子呢？要买几个帽子？现在这里伞就好看起来了，嘿，看这么难看。对，主要你买的稍微好一点的还可以，以后背。大米兰，我肯定可以。你这个大米兰也没用啊，这个伞一吹就飞了。你还有两个伞，你我就不信这个雨伞用不到。不至于吧？它上面应该是有个景点，是这里上去的。围墙啊，围墙啊。那里也是教堂。然后这个也是教堂，全是教堂。这边是属于老城区，然后那边是新城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旅游客不多呀？都说了，这边如果没有游轮，估计都没有。对呀，你看我们今天几艘游轮的人出来看。我们今天看到港口好好多艘游轮呢。对准开炮，敌人在哪？太幼稚了，来。给个十足的表情，来，远方，远方的敌人给我注意了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哎、傻傻的，走吧，你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。人家说开枪也要开炮。啊，来到这里好香啊！啊，这是卖花市场，集中在一个地方。好香啊，花还便宜呢。哎，你看为什么这个摆叫什么来着，满天星，还有蓝色的，那叫蓝天星。哦，你还有绿色啊，绿色，绿色的挺，还有紫色的，它染色那干了好吧。你是不是要送束花给我呀？送花然后放在床上哭是吗？你前几天生日。等一下，我请你的生日，我送花给你。对呀、啊，为了贡献我生日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生日了吗？是送给你啊，也对，我送给你妈。你妈的送生日啊？这有点反了。也对，你妈凭什么送花？是你把我收了呢，还是我帮你收了呢？我收了你吗？你要送花给我感谢我吗？我请你吃葵花果，葵花籽要吃。哎呀，葵花，很少看到葵花。是葵花吗？葵花包体，嗯，哇，这也全玫瑰。哎呦，这个便宜啊！这个花为什么才只有1.5块啊？那个玫瑰小啊。哎，这边消费还是低的呀。你看，这么一大束才只要28块钱，这么一大束只要75块钱。对啊，你看那些上面那些玫瑰，那个2.8块是便宜。哦，你看这种红玫瑰在意大利是要5块钱的。5块钱。哎呀，真的好便宜！为什么这边玫瑰这么便宜啊？1块钱。哇，这个粉色的也很好看。哦，太便宜了！哇，黄色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如果居住在这边，我一天时不时的给你送束花。你只要帮我送走，一天送花就是。我们现在回港口这里，我们回来坐这样 taxi 只要10块钱，我们出发的时候，出来的时候20块钱，这个司机是打表的。现在撑伞，这现在撑的是太阳伞。啊，对哦，这中国还有太阳伞的。对啊，伞不是只遮阳，遮阳可以遮阳。遮阳，再出来可以转一圈。你叫我不要这种出门。你再重新说一遍，你说这种天气。那你看，这种天气，我说你还是少出门、
至少不要游泳，不要跑那些高的地方。对，我刚才没跟到那个点，我为什么少出门？为什么呀？我怕雷打到你。雷说那些话不遭雷劈吗？雷劈我是吧？雷不雷劈你？但我没劈到你，这边无辜的嘛。劈到了你，对吧？我去，我是那个最善良的，好吧？搞得我做啥亏心事遭雷劈啊？你天天这么虐待我，我觉得这里好痛苦。待会雷一劈，劈到我，劈到了你、啊，哎呀，笑死我！OK， 你最好不要离太近。对，这种乌烟密布的，你懂了吧？现在变当地也不懂。啊，我还说呢，叫我不要出门，我天天要出门呀。还跑得那么高去游泳吗？笑死我！